你每天都上网吗？当然，可以不吃饭，但是不能不上网。你上网都干什么？嗯，打游戏、聊天、发电邮。好像跟工作、学习关系都不大。谁说的？我的商业信息都是从网上来的。你每天都上网吗？当然，可以不吃饭，但是不能不上网。你上网都干什么？嗯，打游戏、聊天、发电邮。好像跟工作、学习关系都不大。谁说的？我的商业信息都是从网上来的。你每天都上网吗？当然，可以不吃饭，但是不能不上网。你上网都干什么？嗯，打游戏、聊天、发电邮。好像跟工作、学习关系都不大。谁说的？我的商业信息都是从网上来的。